OK， 嗱，我哋今晚咧，我哋盡量練 Alpha 同埋 Charlie 嘅位置 ，Alpha 同 Charlie 嘅位置。OK， 咁此把咧，大部分時間咧都會係手槍打。咁我哋今晚就順水又練埋手槍啦。Wibo， 嗱，大家望下前面啦，有圓碟嘅，我哋用 Wibo 打。OK， 凡係此把就用咩打？手槍。手槍。OK，thank you， 明咯。OK， 而家我要兩個人一組。大家所有競技活動咧，有時係貪快，尤其響第一槍，我哋戴咗手套啊，唔好忘記嚇個手套可能厚咗啊、漲咗啊，或者槍唔穩陣啊，好多時候響第一槍都歪嘅。OK， 咁啊，所以更加要擺正支槍先。OK，draw grip lock M， 我哋擺正喺個 A 松度。OK， 各位，個 A 字喺呢度，我哋嘅瞄準點，如果假設一個十字喺度，咁啊照計瞄 A 字啦。OK， 咁但係呢個距離咧，我提議大家瞄高少少就著數啲。我呢個圓圈位嚟瞄準咧，你個彈道咧基本上集中喺呢個機會就大啦。如果唔係的話咧，你走去瞄呢度，粒豆跌落嚟跌咗落呢啲位置。OK， 咁瞄準點都好重要啊。OK， 唔使喐啦，跟住後面呢排先。我而家 mark 曬啲瞄準點俾你，所有動作照舊，再做多次。有一樣嘢同大家分享咧，就係、是、六號靶啦，邊個噶？邊幾個啊？六號靶 ，OK， 好 ，thank you。好啦，咁如果我哋譬如六號靶一條中線嘅，一條中線咁樣落嘅，你會發覺咧，佢嘅grouping咧大部分都係集中喺呢邊多啲，呢邊會少啲嘅。OK， 咁啊最主要原因咧就係掹槍，隻手指掹落去嘅時候，嗱你留意啦，一掹，當支槍一握咗過嚟咧，就會出現咗個grouping位咁樣。咁所以我哋嗰陣時咧個 support hand 先係最重要，點樣令到支槍係直去嘅粒子彈，就係、是、最主要係嚟自呢隻手都冇支槍。OK， 嗱咁啊，大部分兄弟咧，如果落條中線喺 A 嗰度咧，都係比較直嘅啲位。OK， 靚嘅，我老實講我收貨嘅，尤其五號靶呢啲啦，五號靶啊最靚，邊個打噶五號靶？邊幾個？你條毛你啊 ？OK， 好啦，咁啊兩兄弟呢度又追翻好多。OK， 各位練習繼續，動作繼續，響槍繼續。今次我要個瞄準位喺呢度，你而家見到個數字啦，你個谷柄集中落去個數字嗰度。OK， 拍毫你筍啦，有兩粒喺一字附近嚇。OK。幾組就唔同我把啦，又練咗一啲唔同移動嘅動作。咁咧喺移動動作嗰方面咧，下堂我哋會係由嗰度開始啦。嗱，今堂就立射，即係由近距離啊、立射啊、集思廊開始啦。咁下堂翻嚟咧，我哋就會由移動動作開始。咁但係都係粗筋噶啦，都係金屬把加指把。我哋講禮拜三，禮拜三目的咧就係可能要埋隔離啦，再隔離啦，甚至再隔離。即係話我由 A 鬆打到 B 鬆打到 C 鬆打到嚟呢度，再打入細房，然後完成一個圈。咁啊，對應翻我哋 Musing 有時啲體能要求啊，有啲任務嘅要求。OK， 咁呢個 stage 咧就好簡單啫 ，two man， 一齊到位，一齊打，一齊走，唔可以留低拍檔，唔可以分開打。OK， 首先 Upper Signal， 我哋會喺個紅色嘅條後邊
OK， 噏得識路之後，你跳過條橋又得，攬過條橋又得，瞓過條橋又得 ，up to you。跟住上嚟喺呢條 fall down 之前，射擊前面一二三三個圓靶，跟住五個紅色。OK， 所有靶唔使丟別旗嚇，即係一號位，譬如係打圓靶嘅，二號位係打紅色嘅，咁你自己分工合作得啦。跟住過隔離，嗱呢度行前睇，我哋會喺呢條 fall down 之後射擊嘅，呢度都得，總之近住呢度得噶啦。OK。咁啊，呢度咧好簡單啫，得三個靶，一個打就得，兩個打都得，每個靶最少上兩粒。OK， 好啦，咁我哋今日咧為求我哋一計數容易咧，就唔計 hit better 啦。兩張 A 咧時間冇加減，有 Charlie 咧就加兩秒，兩個 Charlie 加四秒，有 Delta 咧就加四秒。OK， 兩個 Delta 就加八秒。OK， 同 IPC 嘅加減法接近嘅。OK。咁啊，一陣間我哋會計秒數噶啦，幫你。我係杯。留意一下，去埋第一個 shooting point， 用支 rifle， 一個朋友由呢邊介過去，一個朋友嗰邊介過嚟。嗱，佢介到中間嘅時候，你睇下佢做啲乜啊 ？OK， 即係話簡單啲講句咧，就唔係淨係自己打自己嗰份嘅。你睇下會做啲乜 ？Ready， stand by。Pistol 嗰度我唔講啊，其實都咁上下嘅啫，咁樣打法啫。OK， 最緊要反而係慢啲定啲啊，因為我哋一離開個圈咧，我哋會加秒數啦。反而嗰啲慢啲，咁呢啲其實對應翻我哋以前打 Museum 嘅活動啦 ，Two Gun 啦，其實都係罰分多過攞分。嗱、啊，個 stage 唔難打啊，尤其好似咁啦，兩間房啦，咁啊除咗阿師叔嗰度隊穿牆之外，其他就應該冇問題啦。咁、啊、反而我想講下呢度。當我哋一號位、二號位埋咗呢度，假設 OK， 二號位一個斜線，即係話斜線打嚟 cross over， 二號位兩槍、兩槍、兩槍，一號位就喺嗰邊界過嚟啦。但係最愚蠢咧就係打呢只先，反而應該就打呢只先，因為這隻呢只咧嗰邊嘅拍檔咧係打唔到嘅 ，cut 咗標。
咁呢啲要吸標位、盲眼位，咁我拍檔睇唔到、打唔到，好正常噶嘛。但係塔巴檔會睇到呢啲嘛，咁所以幫你咧可以幫呢啲，即係話，如果假設阿師叔喺嗰個位嘅，喺個 corner 位，師叔打過嚟咧，師叔就應該由呢邊打過嚟啦。OK， 阿 Chris 哥哥要幫手咧，就由呢只幫落去。當阿 Chris 哥哥打完嗰邊兩槍冇嘢做嘅時候，就要幫手啦。各位，團隊嘅重點就係幫手。但係打團隊你要同啲拍檔交代，同埋自己拍檔一齊夾。最精彩嘅部分就係揾到啲志同道合嘅朋友，大家水平又差唔多。等於我同我師叔一樣啫。我哋約埋去打太極㗎啦，準備。呢四槍你邊個打都得㗎啦，中曬呢四槍先能夠越過呢個方向，然後繼續向前推進。OK， 打埋呢四槍先可以過二號房，冇問題，各位。絕對不應該在拍檔後面開槍，不論個拍檔做緊咩動作，一係你拱開佢先開槍。譬如假設阿班哥喺後面啦，放喺嗰度。OK， Alex 打緊，但係支槍唔得喎，咁你嗌咩啊？支槍唔得嗌咩？嗌 cover 吞後吞咗，接過嚟走開，拍球搶，拍球搶嚟打，咁就合理啊。OK， 嗌咗嗌個拍檔上嚟幫手。OK， 記住千祈唔好做咩。千祈唔好去做咩？危險係咪啊？喺個拍檔後面開槍係危險啊 ！OK， 加上你頭先好愚蠢嚇，嗰度都未打曬，紅色都未打曬，你使乜幫佢手啫？你信個拍檔嘛？拍檔打嗰度，你打翻紅色嗰啲嘛？明唔明啊？嗯，加油！
第二個咁啊！